姐，你们只能选他先了啊！看见你们以后好好去交 TM 了，以后你再快点好看不行？轮不轮你六哥？能不能换到外地？轮不轮？以后你告诉你们，让老师走，接下来吧，就搞外嘛，就搞接，接完，一提见你告诉你们，就是知道噻，错了这个错过，弄我接，你再不跟他说那个东西，真的是跟他说的，他说你告诉你们干啥子道不接，直接跟一下嘛，耶，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啊。有什么好耍的嘞？就是要搞你好几箱，不好好几箱嘞，你告诉我，我就知道是你忘怎么弄了。耶！塑料呀，不好好去给你弄，哎，从，也不知道怎么组上了。以后不好的话，你可能你就不搞了啊。